尽量是他头往下，往下低，要头，尽量是他头往下低，不要让他直立行走，让他看到。你带着你跑，关着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我直接给他带走，这种呢是比较安全点的啊。手背我给他夹紧，我来压力，走，好，大家记到这里哈。